本地人嘛，我在这边工作啊，我本身是干摄影的，经过海边都会观察一下，有的话就通知一下粉丝，让他们来看一下这样的。是我拍到的第一次了，五点多吧，拍到三点才走。我们还直播了那天晚上。海领导十里银灯，2023年2月17日凌晨1点来，来一场蓝眼泪盛宴。海面已经出现赤潮了，红色的地方就是赤潮了。今天晚上11点钟。